多周期主要指的就是月、周、日、六十分钟、三十分钟、十五分钟、五分钟这七个周期。月、周可化为一个周期，六十分钟、三十分钟可化为一个周期。多周期共振的含义就是指任何一个买点或卖点都必须有两个周期或两个以上的周期发出买点或卖点，当然越多越好，方能考虑进场买入或卖出。一个周期发出的买卖点是不予考虑的。 具体来说，就是当日线图或者周线图发出买卖点时，这两个周期可画在一起，只要有一个发出买卖点就可以认可。这时候，它的日线图或者分时系统六十分钟、三十分钟其中之一也要发出买卖点，比如 MACD 的小红、小绿的买卖点，或者三十日均线发出买卖点，方能考虑买入或卖出。如果日线或分时系统没有买卖点，那么即使月线或者周线发出买卖点，也不应考虑。 必须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周期发出买卖点，我们方能考虑进场。如果是做短线，就是当六十分钟图或者三十分钟图发出买卖点时，这两个周期可画在一起，只要有一个发出买卖点就可以认可。这时候，它的十五分钟图或者五分钟图其中之一也要发出买卖点，比如 MACD 的小红、小绿的买卖点，或者三十均线发出买卖点，方能考虑买入或卖出。 如果十五分钟图或五分钟图没有买卖点，那么即使六十分钟图或者三十分钟图发出买卖点也不应考虑，必须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周期发出买卖点，我们方能考虑进场。当然，如果日线图和周线图都有买卖点，那么说明后市的力度将会很大。一旦其日线图或者分时系统发出买卖点，我们应重仓长线持股，因为这是两个以上的周期发出的买卖点。分时系统也一样。 另外要强调一点，在这里用什么指标是不重要的，我用 MACD，你用 KDJ 都没什么关系，重要的是必须要几个周期发出买点。